好，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能够请到我们新郎官的表伯父和表伯母作为他们的主婚人，他们是刘怡波先生、刘秀华女士，有请两位。大家掌声欢迎他们，谢谢二位，两位这边请。好了，接下来当然是我们女方的主婚人了，我们新娘的好朋友郑丽红姐姐，陪同她入场的呢是弟弟陈明亮，有请两位。两位好朋友刘金印先生和郑丽英女士，有请两位，这是我们新郎的这个乡亲和好朋友，谢谢两位今天的光临和出席，朋友们掌声欢迎他们，谢谢。好，两位请坐。好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伴郎和伴娘了，伴郎陈岩和伴娘刘少香，有请二位。哦，看来他们两个呼声很高哎。这个呼声里面是不是有些什么内容？时刻到了，大家都起来一下好不好？全体起立，谢谢。要不要敬礼呀？要。OK， 什么礼都不拘，只要能敬。好，我们请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两位新人尤国立、陈花英，有请二位新人入场。向我们的新人表示祝贺。幸福美满，这是你们的将来。